乡台湾朋友的惊喜，谢谢你们从英国超级市场 Waitrose 订食物给我，谢谢你们用你们的方式支持我的工作艺术家，非常感动，也不知道怎么回报你们，内心有很多的感激，谢谢你们知道疫情还是没有很好，并给我这个杀菌的消毒的液体，嗯，知道我会吃这些谷物类，很久没有吃的小玉米和这个鹰嘴豆泥酱，以及 bagels， 还有小小的可爱的蔬菜，杏仁 ，date 补可以让我补充营养，香蕉，还有这个很亚洲传统式的 egg fried rice 蛋炒饭。还有这个鸡蛋，两盒大颗的上山鸡鸡蛋，鸡蛋都有盖印章，很可爱的鸡的图案。你们上次交给我的食物，我都还没有吃完。谢谢你们又再次的订购食物，支持我度过这个月份。这个月份我没有卖出，目前我没有卖出任何的陶瓷艺术品。还好在12月的时候有卖出一件作品，所以可以让我继续维持到1月份。谢谢你们用这样的方式支持艺术家的生活，支持我的工作，非常的感动。在不很美好的疫情当中，希望你们在家乡台湾一切平安健康，农历新年快乐。谢谢你们用这样温暖的方式陪我在英国度过不美好的疫情，人生有很多的感慨。谢谢你们，即使和我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对待我可能比和我有血缘关系的人更好。谢谢你们的爱，我会尽力做好我本分的事情。身为艺术家，我会尽力的专心做好陶瓷艺术创作，以及尽力的用我的艺术品宣传家乡美好的文化，做好身为艺术家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感。谢谢你们用这样的方式支持我，2021年遇到很多很黑很暗的事情，希望在2022年一切否极泰来。谢谢你们在2022年的这个月投寄了2个食物包裹给我。不管未来遇到什么事情，我还是会非常非常的努力坚持自己做的事情，即使很多人都不觉得我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。谢谢你们，我哭完之后我还是会继续的非常努力，请你们不要担心。谢谢你们在农历过年期间想到远在英国的我订购给我的食物，有很多亚洲的食物，例如好吃的印度菇、香菇、大四的优格，谢谢你们都订我喜欢吃的食物，非常了解我生活的习性，以及帮我补充
雪的葡萄和知道我很喜欢吃的这个 coconut 饼，还有节瓜，好吃的节瓜，以及杏仁料和这个甜菜根，还有这个算是奢侈品的饮料。今天打算来吃这个炒饭，蛋炒饭。350克，打开来，放到我的碗上，然后倒在盘子上。看起来很漂亮。感谢朋友送我的食材，印度的饼，打算来用洋葱、小玉米、豌豆、节瓜一起来做炒青菜，然后吃这个印度饼。刚刚已经先把洋葱和节瓜都切好了，然后现在来洗这个小玉米和豌豆，然后就可以炒青菜，再加上印度的饼。朋友送我的 Clean Spring Organic Miso 有机玄米味噌，这个非常的好吃，很适合来做炒青菜的时候的佐料。谢谢朋友们给我这么好吃的味噌，现在可以开始来炒青菜，把味噌加入炒青菜当中，加入一点开水，搅拌味噌，还有香油。青菜咖喱味噌炒青菜完成了，非常的香。谢谢你们请我吃的年夜饭，感谢你们，即使我在这么远的地方英国，你们还想起我。这一顿饭谢谢你们请我，我将会吃得很开心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做陶瓷艺术创作。谢谢你们的鼓励，非常的香，有印度的饼、亚洲的蛋炒饭、小玉米、豌豆、节瓜、咖喱、味噌，还有这个我很少喝的饮料，通常都是喝水。那这个饮料很有节庆的气氛，是水蜜桃加茉莉。瓶子非常的美，还有我刚才洗了葡萄，这葡萄好大颗，又蛮甜的。谢谢你们，祝福你们新年快乐，2022年虎年行大运。谢谢你们，身体都要保持健康。我喜欢吃的这个野草，超大颗的。是这个威克优格，哇，这种优格非常好吃，希腊优格加一颗椰枣，绝配，好吃。这款 Waitress 出的 Number One Natural Greek Yogurt 非常的好吃，我刚才吃了一口，好浓郁，好吃，谢谢朋友。